喜欢西米了，但这个西米有点煮大筋儿了，就是这西米我没有颗粒感了，没有颗粒感的西米没有灵味。他脸上哪种？我觉得不仅仅是大脸，这样的性价比的太高了。但是我现在是在这三线城市，所以大家也那个什么。好了，走吧。但这个城市人工很多的，而且我发现山东这边找工作，大家一般就求稳定。我知道啊，你啊，是我蝙蝠侠太大了，我不是，我你妈，我跟大叔没俩，这贼不是，两百多了，市场价，啊呀，对呀。咱俩一起吃吧，我说真的。因为跟我吃，一定不会赔。可是吃的很爽。哎，咱去吃一个点餐的吧，就让他上的那种。要不耽误咱俩喝酒。大连性价比这么一对比啊，真是高，真的。或者吃那个串串的，我前两天吃的那个串串的那个也行。为什么要被那一次？吉祥品，别的我觉得也挺便宜的。你知道这是那个什么，这是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万豪，哎，不是万豪，希尔顿，好像是100来块钱啊。知道大连都多少了吗？大连都是300多了，马上300，298吧，还是398，我忘了。我之前还上他们那儿吃过一次专题的，那个什么专享，800多块钱，我跟我闺蜜去吃，比我们的便宜太多了。我们那就是有点，就是稍微有点，就是我跟你讲哈，沿海城市多少还是物价是有点高。你只要沿海了，你物价不会太便宜。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之前在珠海玩的时候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珠海也挺贵。吃顿火锅，我们三个人吃顿火锅花了500多，还是5-6年前。这个那个那个，我都干净了吗？在呢，在呢。